巡城团看啊，不是，还《锵锵三人行》那个什么巡城团，巡城团，哦、巡城团。哎，这其实你们昨天碰到火炬吗？在现场市区内。啊，真没啊！你都见到火炬？我见到了，我也在市区啊。你们都啊，你们是巡春的呢，大家去的地方。不是，我倒是没见到火炬、啊，但是我听伦敦人跟我聊一什么呢？说是这个不是安保出很多问题吗？对。然后说这个伦敦警察这还要跟他们讲呢啊，说是这个火炬啊要看清楚，如果是一个人拿着火炬。一群人围着他，那是奥运圣火。对，如果是一群人过来，每人拿着火炬，那就是骚乱。你知道昨天他们，我正好是到了那个皮克迪里那边圆环，那个堵车，没办法，我就下车走路，碰到一堆人围在路边，然后他们前面就喊是火炬，火炬来了。天上很多直升机嘛，有的是武装直升机保安的，有的呢就是来拍的。那么我发现很奇怪，那些伦敦人其实很兴奋，很明显不是游客，就是那附近很多那种商业大楼，就楼上有人听说了，有人在楼上马上伸个头出来看，有的人啪啪啪啪匆匆跑下来，那女的脱了高跟鞋就要钻到人群里头去瞧，其实他们很兴奋，很兴奋。我这两天开始有这个感觉，就觉得我们之前说伦敦好像无所谓，没什么了不起。其实不见得，真的是这几天看到他们越来越那个兴奋就出来了。他们非得看到火炬才兴奋。哎，对，点火了啊！这个就对，昨天还是前天，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啊，我们还专门放一段片嘛。我说什么？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啊，听到最大的声音是鸟叫的声音。对，我还说呢，我说伦敦。一个乡村俱乐部的感觉，为什么要办奥运呢？嗯，就感觉他这人还在如常。咱们从下飞机不就在说吗？好安静啊，好安静。那个前提是因为我们老是在跟北京奥运的这种举国大奥运的体制在做对比。我们都期望下来以后会，因为中国，你想那时候办奥运不是一天，不是等奥运开的时候，很早就所有的车都不让进北京了，很多卡车，对不对？整个城市全国上下都在支持。跟这个相比呢，我们就觉得伦敦这个好像气象不怎么样，但是他们就是一个运动会，他到时候办的时候你放心，你今天晚上看到照样很热闹。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昨天我才看报纸啊，他们有一份报纸总结世界各地对伦敦奥运的报道。他天天在跟伦敦人或英文介绍，你看人家怎么讲我们奥运。他说到中国怎么报道，说他特别强调中国几乎所有媒体都很失望，说怎么没气氛呢，是吧？那这个英国报纸的记者很搞笑，他总结就是在中国人看来，现代奥运其实只办过一次，那就是北京奥运。啊，真是。其实啊，这也跟发达与否，我觉得不是完全有关系，跟民性有关系。对，中国这种人类啊，不是这话说的问题吗？这中国人群啊，我们中国人呐、啊，族群，中国人呐、啊，我不是曾经发明过吗？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精神，不是什么儒家那一套，而是人气。人气，就中国人好热闹，得火，赶集一样，怎么不热闹？对吧？就是去旅游啊，很多人都怕不热闹，他不喜欢安静。他不安静，我上你们这儿的，赢点声音都没有，来干什么来了？没错。那可是呢，英国人呢，其实也不是不爱热闹，只不过那个热闹的方法或态度有点不一样。他当然对这个奥运始终很多人都很反对，到这几天报上常常你看到，包括我看 BBC， 常常很多人出来骂、出来批评。可是呢，到了临近这几天倒数快剩下几小时的时候。态度开始变是什么？就是说好吧，骂了半天，那怎么也得搞了嘛，对不对？嗯，既然反正是得搞了，那大家要就 enjoy the show， 就好好享受一下。然后同时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个我特别觉得很独特的地方，我看到他们欧洲人、英国人在讨论他们那个开幕式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他们很多人就说，我们可以保证一点，就是绝对不会出现大会操。他说为什么？那是要听那个乔治·欧威尔啊。不会出现什么大会操、万人会操、团体操、团体操。对，他说欧威尔当年说过英国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他就提到他说他有篇文章讲老英国人是什么人，他说我们英国人国力再强大，他最喜欢讲军队怎么样的时候，都绝对不会像纳粹那样子操步操，也不会走那种苏联的俄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是这么走路，街上的家伙会笑我们的。你说的非常对，他这两点呢都说得非常对。
一个呢叫做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叫什么 fair play 这种精神。对 fair play。其实说这种精神吧，当年这个中国丧权辱国的时候啊，很多中国这个文化人啊就痛心疾首，说中国人就完蛋了，没希望。为什么？从来就是说啊，没采纳你的意见呢，我就退出。不但退出，我背后给你拆台。我说这帮孙子绝对弄不成事儿。他说这就是中国人，这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反思。他但是说英国人家 fair play 啊是什么呢？吵议会里吵的意见一大堆，我不同意，发牢骚，我不干。但是最后签了合同，咱说要来了真玩的时候，哎，投入严守规则，咱们认认真真的玩，对吧？就是说咱们包括是议会啊，立法的时候可以打死，可以吵死，形成法律了，大家遵守。 对他这种这个心理啊，他不跟就他不闹情绪，但跟他们相比，咱们真是个感性的民族。我们感性很多。对，你没采纳我的，我闹情绪，你知道吗？除了这个国民性关系以外，我还是觉得对奥运的重视程度是跟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是成反比的，我还是这么认为。我就好像买车，你这个穷人家买个车就周围邻居都来看，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情。相对你比如说美国的话，他办奥运基本上是个城市的事情，但欧洲国家不一样，因为它小，它就算是一个城市，它也举国也在牵动，法国对不对，巴黎，德国要是柏林什么，我还是觉得这跟发达程度还是有关系。但是这个奥运话说回来，中国人现在这么关心啊，我觉得实在也是有必要。因为大家要想想，再拉开一点看看，中国曾经是在一个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好几度在这个锁国的情况下，奥运真是中国人跟世界联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通道，一直到今天晚上四点钟，所以这个对中国人的生活当中，虽然这个我始终坚持这么问题，始终坚持这个看法，就奥运对英国人的意义跟奥运对中国人的意义，中国是大得多。那当然是改变整个国家，因为我们历来的游戏规则跟他们做这个游戏规则有根本性的不同。我不是讲过吗？我说他们这个游戏规则，英国人想出一套，就是一每个人都想赢，每个人都想求利求胜，不，他是人要赢要求利，这是合理的，这是第一。第二，你要求你也必须让人家也求，就是我也可以说这个观念哈，其实对中国骨子里的文化是有冲击的。对，我们多少年来现在慢慢的接受这样的观念，我觉得是好事情。我觉得所以徐老师把中国队颜色都穿自己身上了，对，但是呢为什么中间弄这个伦敦，还写着伦敦啊？这个记住哈，这是香港奥运委员会的官方标志。哦，那么对，昨天紫荆花看到没有啊？英国牌子啊，这个郭晶晶未来这个昨天见了一回霍英东，你知道吧？不是霍英东，是霍英东的儿子，霍建平，霍建平到这儿来，他见了一下之后，他就老说这些话。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品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与景共酒。核心科技就在格力，格力变频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传承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一条与周恩来的专线，五十多次不为人知的密会，成就了中共统战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也留下了一代民间外交家的毕生遗憾。费移民，雪花我的中国心，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咱们也看看西洋景啊，这个最近今天的一些事儿，因为我们的哎，先说说我们，我跟文道这直播完了，今天就在奥运开幕式对现场，哎，他也去啊，人家网上炒到黄牛票啊，有票了。对对，哎呦，徐老师，这是还卖关子，我还以为他去不了。我说徐老师，你就去街上跟伦敦人民一块儿在酒馆里看啊，都去了是吧？对。那咱们在厂里能坐一块吗？那不能。八万人了啊！八万人了，确实，我也不愿跟你们坐一块，不愿跟你。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一些相关的照片。哎，这个好像哎，你瞧这是什么？这是朝鲜女足的主教练，你瞧，义愤填膺啊，指着什么？穿着跟徐老师一个颜色的衣服，指着出错了国旗啊，竟然出了。这个韩国的国旗啊，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对对对，哪这叫哪壶？你出错哪个国家的？你怎么能出错朝鲜的？明显是别有用心。这对不起，老辈对不起，别有用心。来，你再看下边，哎，这是中国队的队服，徐老师，你看到没有？番茄炒蛋。中国没有，我跟你说，显示中国真是一个镀金年代啊！24K 镀金纽扣是历来最贵的扣。太镀金了，伟大的祖国呀！这是哎，你看，这是这次开幕式啊，今天晚上的伦敦时间今天晚上开幕式里的中国面孔，会有中国里面有中国的面孔参与演出的啊。你再看下边，这是小贝，听说今天晚上有神秘的任务啊。对，旁边是那个首相嘛，首相，他们说首相在小贝身边像个小跟班。你再看下边，来，这个是日本队。把西班牙队对给足球男子足球他们的奥运队居然打败了无敌舰队西班牙队这事儿呢最大引起最大的反应呢也竟然是在中国对然后你看这是凯特王妃又在那装样子 对吧这是冒充装样子对对对打乒乓球又不是你们强项装什么装人家发明的哎我有感于刚才朝鲜队哎要不说朝鲜这种哀兵必胜啊、嗯、你知道我最近去丹东我不是跟一个朝鲜姑娘合了影之后啊、嗯、我真是对朝鲜有一份感情啊是就是说他们你想那个他们这种国家的人呢、啊、看本身就有一种很敏感到了你们这种西方帝国主义的地方你们出错了我们的国旗出的是他们韩国的国旗啊、嗯、这样一种奇耻大辱啊当场退场嗯退场这伦敦道歉完了一个多小时7:45的比赛最后8:50上去比干你2-0你说说这个气节就是这个、本来其实也就很强对啊朝鲜女子队打了2-0了对你要是中国队这咋奇耻大辱上去再输你2-0你说这家伙然后我就想起当年你说不朝鲜是不可侮辱的你知道吗我收集一个新闻嗯你看他的语文啊朝鲜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朝鲜少年团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韩国当局唆使媒体诋毁少年团庆祝活动声明强调如果韩国当局不做出道歉将遭受悲惨的下场朝鲜青少年的愤怒和敌忾已达到顶点朝鲜青少年也将成为枪弹和炸弹投入到惩罚挑衅者的神圣的生死决战中可是我看他们这些声明看很多我总觉得他们好像是一个时常处在顶点的愤怒的状态里面的一个国家而且你也差不多有点学到了他们的女主持的那个风度主要是气节有不过他们最近有点变了你知道吗对啊金正恩上台之后对、啊、很明显女孩子可以穿短裙了可以穿高跟鞋了迪士尼有的看了迪士尼有的看了然后太太亮相了对太太亮相了、哎、歌唱家了、哎、昨天还去了这个一个乐园玩了海盗船的什么的他与民同乐哎透露出什么有点对是有点奇怪、啊、我觉得是看起来是开始有点要变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个奥运会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嗯、就是谁都会联想这个全球各个国家各个种族这一凑啊嗯也是挺它又是软实力的竞争好像和平但其实呢又是一种怎么来说互相影响或者说和平演变你知道它互相之间大家都在卖自己文化你像北京当然把中国的形象宣传你看英国其实现在也在有意无意的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可是我觉得英国今天真的是很独特我觉得这个奥运对英国也是很重要的奥运是吧为什么因为
英国这几年经济啊什么各方面都不好，他们一来也需要重启，二来呢就是这个国家又到了一个时候，开始要想想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伦敦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因为我们知道现代奥运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以前的奥运没有那么重的这种国家的这种竞赛或者宣传这种色彩，但是最近十几二十年来，这奥运主要去了首都办了。首先对你像巴萨、罗纳、亚特兰大都不是首都，这连续好几届从雅典以来一直在首都办，雅典、悉尼、北京，对，都是首都。你在首都办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用这个奥运向世界说我们是谁。那所以英国人也有这个问题，因为你想看他们第一次办奥运1908的时候，他们当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的首都。 对，然后到现在他是这样了，那100年不到啊。那在这个过程里他要重新想自己是谁。48年是刚刚战胜国。我觉得有一个片子很有意思，我们哪一天可以找回来看，就是很多年前2005年的时候，伦敦去竞逐申办奥运的一个3分钟宣传片。那么当年据说所有的评审看了都很感动，他怎么那个片子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你可以看到今天的英国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就当时的几个竞争城市莫斯科、巴黎、纽约拍的全都是自己多好多好，那巴黎你想想看多美对不对，拍什么啊，凯旋门一进去怎么样。那伦敦那个宣传片拍的是什么？没怎么拍伦敦啊，他拍的是个南非一个小镇里的一个小孩系上鞋带出门跑步，拍阿根廷还巴西一个贫民窟小孩在街边踢球，拍的全是这些小孩，世界各地人怎么梦想着我要去伦敦参加奥运会。哎，挺有意思。而且呢，我接着你这茬往下说，他们还挺逗，就是这个就说这个英格兰人呢、啊，就是他这次本来奥运会提出的就申办的时候提出的目标是要让200万青少年参与到运动当中。对。但是在奥运举办前夕呢，他出来承认说我们这个目标失败了。没有意思。这英国人啊，我跟你讲，就哎，我又想起刚才我说文道讲的这个，我很有感触啊。英国人就不会团体操，对，不会会操，为什么呢？怕丢人。这个里边啊，英国的这个文化当中啊，确实有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它是一种老人啊。你比如说啊，好比说他就是我过去以为我像法国人。现在我发现我有点像英国人。哎呀，算了，你这个主播天天变。对对对，这个跟中国人说的一样，我在哪里住了、哎、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哎，对对对，谁当中国人了吗？没事没事，继续。我就说啊，他有点什么呢？你看，我跟凤凰卫视别的主持人是不一样的，哎、你知道吧？我跟英国人款曲相通。哦，他的这种文化是，不是实际这是一种看个太阳报就款曲相通。徐老师，他实际上是一种有点负面的。有点负面的因素，这个负面的因素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就好比说，比如你去当爱心大使，或者你去举奥运圣火，你知道吗？真正的老英格兰人呢、啊，他甚至有可能会觉得啊，这事儿有点露怯，有点丢人。你比如你让我去举奥运圣火，对不起，我会拒绝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小的这种感觉是啊。不要成为别人注意的中心，没错，要低调一点。不是说我不愿意做慈善，而是说我要成了让我人类注意的中心呢、啊。哎呀，我这个脸红啊！他就英文这个字丢人呢、啊，英文这个核心字就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sophisticated， 就英国人的特点、修饰精致这一类的。因为所以英国人对此自己他们也觉得我们这个特点呢就是不好，就是其实甚至可以说呀。王朔小说很典型的、当年讽刺的有些东西啊、英国人的东西里也有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比如说英语里边有一个常用语，我不知道英语怎么说了，就是说听他瞎说，或者说别胡扯了。什么意思呢？一旦你啊慷慨激昂正而重之的去讲一个事情的时候，底下就会有英格兰人说这二逼啊，傻逼，这就是世界水平的反革命，他们从来对革命抱有怀疑态度。对，我也是不要讲，不要讲了，这几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些时刻不会过期，
有一些画面值得保存。严选刹那光辉，及时永恒的奥运夺金瞬间，带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心跳加速的经典一刻。奥运夺金时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泸州老窖，特区老酒。我为什么说我跟英国人款曲相通呢？你知道吧？就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呐、有点滥情。而且是有些场合是假的滥情，就是说啊，很多人会骂我说我不够严肃，说你嘻嘻哈哈。可是我反过来，我会觉得你们呢，太当回事儿了。有些事儿你犯不着说到那个程度。所以说，英格兰人的文化中，他也有负面的因素，叫做轻描淡写的文化。就说一个事儿啊，你比如说英国人啊，不好意思讲。我们伦敦百年奥运，我们你知道吗？你这样讲，说出来就笑，伦敦人就笑话你，就说这有点太。你看英式的幽默，是我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你看二战，也许救了一个战友哈，回来说耸耸肩，他可能说啊，刚才到战场上运动了一下。这是英格兰人的，这是英格兰人的调调。所以他们呢，会喜欢做了一些事儿之后呢，要保留一个余地嘲讽一下自己。就是他为什么喜欢嘲讽一下自己呢？那种有点自嘲或什么是很标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2005年的7月7号，就是那刚刚我说的，他们申办奥运宣布给伦敦，当时伦敦人也挺开心的。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7月8号就是伦敦地铁恐怖袭击。对。然后后来呢，当时恐怖袭击地铁站里面有个女孩炸断了双腿，然后后来她成了运动员，她就参加这一次的残障奥运。那么结果呢，我就在一个电视上看到人家访问她，那这个事你这说出来就是可以变成很感人，可歌可泣，我们奥运之后受了灾害，现在重新站起来，然后用这回奥运来愈合自己，然后讲，听得好像很感人的，快要你觉得要观众掉泪了。忽然间，那几个主持，包括那个运动员一起说：“哎呀，好了，我们不要那么 sentimental， 不要那么煽情。”然后就笑话，大伙就笑话，就笑场就笑完了，就这样，你知道吗？他这太英国了。他这个里边，我不知道我琢磨的对不对啊？他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见过世面的人，什么都见过，对吧？这点事儿，这才哪到哪儿啊？不算个事儿，你们。你看吧，他有点，当然我不是说任何事情有消极面，英国人自己也说这种嘲讽的文化弄得有，我们有时候也是有点一事无成，就是爱抱怨什么的。但是期待一下今天的开幕式会怎么样。有人就说他们如果真的是要英国式的开幕式，一定要保留自我嘲讽的元素，就一定要有些大家心目中英国很负面的东西，它必须得出现，所以它还要英语，要人工降雨，这一点学了，这一点就学会，这一点学会中国，它的雨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没错，对，没错。